歌迷啊、观众啊，就是做一个很特别的，为他们做一张特别的专辑。了解。另外就是你刚刚说的，就是自己成立的新公司富音乐，对，我希望很快的能够让大家透过这么多的音乐，这么多的 MV 视觉，能够感受到后面背后的理念想法。了解。哇，今年是出道第11周，那我们只庆祝5年、10年、15年、20年，11周年有什么好庆祝的？接下来11有什么？所以是哦，双年啊，一加一嘛。11出2张，了解的啊、哦。那还有就是说，我们讲宣传，小时候也是听西方音乐比较多，所以我很习惯那种宣传手法。然后我一直觉得，哎，这样其实很好，特别是现在讯息开始越来越多，对，所以我很想说，能够让大家慢慢的focus 在那个音乐上，慢慢去消化，消化完歌曲再等到哦 MV 出来，然后就是可能专辑，对对对，然后专辑，那每次我特别是希望这次的 MV 概念作品都可以每次大家看的会觉得，咦，有点有趣的元素，有点好玩的元素在里面。是，好，曾经在香港也有，但是很小的时候，但是我在台湾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大。昨天的这状态是什么？我在，因为后来我真的是在hotel 里面自己做一些直播啊，是，但我看窗外一直有东西飞过，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但是我哇，还挺蛮惊悚，对，然后一直听风越来越大，是，所以也一直往外看，我也感觉真的这次挺厉害的，所以我就会觉得希望大家都留在家，不要出去玩，是，因为其实真的蛮危险。那你干嘛还办记者会？啊，不是，不，因为他也是未卜先知，他知道今天风雨已经不会太严重了啊、哦，主要是。